钟情的爱情，像诗歌一样的温馨，像梦儿一样的飘渺，甜蜜的不从像星光一样的亮闪，甜蜜的无从语音。我愿诗中的美景，我愿梦里的柔情，我愿心月儿光明，永远不断不断地唱。诗歌一样的温馨，像梦儿一样的飘渺，甜蜜的无从语音。情的爱情，情的爱情，这情的爱知道呢，那个潘姐你是唱低音的嘛，一般呢我们都觉得好像唱高音的话比较容易表达感情，那么唱低音呢好像这个困难度就比较高，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大家要怎么样这个唱低音呢才能唱得有感情才能好听呢？我觉得唱低音的时候啊，你就好像整把声音真的好像要轻松下来，你就当然我们唱歌的时候好像刚刚我唱的那首晚霞，当我唱这首晚霞的时候，我真的我头脑有一个画面，我真的在那个夕阳无限好的时候就在那个沙滩那边就唱啊唱，那么当那个奇异的爱情的时候又看到那个月亮又看到星光，所以你就很陶醉，那个声音很自然的就飘出来了。嗯，现在就有些人想说要唱低音的话就是唱低音可能就会有这样的动作，会想要把它压出来。其实唱低音是越放松，其实那个声音会越沉哈。对，因为每一个人的音色都不一样的，有些音色很高很高。那其实我本身也可以唱得很高的哦，因为我用假音嘛。对，所以今天来到我们点歌的单元，万一待会儿有观众朋友如果点了周璇的歌的话。没问题，照唱。好好，我们潘姐已经这个讲话了，那我们有谁要点什么歌来赶快啊？这边这位不用客气，请教您贵姓啊？姓王、哦、王小姐。您想要听什么歌？听那个白光唱的那个桃李争春。白光小姐的桃李争春、哦、哇、嗯、我好喜欢这首歌，点中了。就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我们潘姐唱的跟这个白光唱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好不好？来，我们欢迎。谢谢，谢谢。窗外海林天，窗内春如海，人儿待醉态，你醉的是甜甜蜜蜜的酒，
好感动的一首歌，对对。不过在星期六的下午欣赏这样的歌曲哦，这样的歌声感觉很舒服，尤其最近天气越来越热了嘛，对不对？是的。嗯，还有哪一位想要这个听什么歌？来这边这位，这位阿姨您好，请叫贵姓？哎，我姓李。啊，李阿姨。哦，张妈妈，张妈妈，想要听什么歌？我要忠于原味的。哦，嗯，什么歌？潘小姐唱的《含羞草》。哦，《含羞草》这首歌好难唱，好难唱这首歌。它有一个这个长调变短调了，对不对？对呀，还要转 key 的哦。还要转 key， 转不好的话，那个调子飞掉的，不要上去。这好像是一首翻译歌，是不是？罗马的 Roman guitar。哦 ，Roman guitar。对，忠于原味。对，你会不会唱？我不会。你会飞掉就对了，这我们张妈妈唱的会飞掉，我们还是赶快来听潘秀琼演唱这一首《含羞草》。谢谢，谢谢。为什么还有烦恼？你要做迎春花，不要像含羞草，只管把头儿摇。眼前是花月良宵，我们要欣赏眉梢，我们要尽情欢笑，不要像含羞草。人生就像海上浪潮，潮去潮来有谁知道，潮来就像万马奔腾，潮去变作静静悄悄，人生就是这样匆忙，何必再寻什么烦恼，我们应该尽情欢笑，不要把那头低到。含羞草，谢谢，谢谢你姐这首歌，谢谢，谢谢。好，来，还有没有哪一位想要这个？哎，这边还有一位小姐想要听什么歌？我要听那个《谁是有情郎》。谁是有情郎？啊，也是这个原味的，小调的歌曲，电影里面的插曲是吧？谁是有情郎？是我哪个不懂你？是我自己拍的，我自己主演的。啊，真的？哎呀，失敬失敬失敬。我没有看过这个片呐，没有看过啊。他在里面演什么角色？一个小村姑是不是？不要，哪个不多情里面的续集，那我是演钟情的妹妹。哦，你有看吗？大家都有看。嗯，那待会儿我唱这首歌的时候，你会回味回味那个片段。嗯，好，我们赶快来欣赏这个哪个不多情。谢谢。我是有情人，谁是有情郎？有情的少年郎，你可曾听到我歌唱？我是有情人，谁是有情郎？有情的少年郎，你怎么不上我们家？手捻针线的头像，难得羞怨。
看着鸳鸯更凄凉。我是有情人，谁是有情郎？Yeah.